美联集团推出全新线上数码技术 VR 大睇楼，让你打破时间及地域界限，24小时享受 VR 线上实时睇楼的同时，我们的代理亦能为你进行声音导航。现在就为你介绍使用 VR 大睇楼的两个步骤啦。首先，你会收到美联物业代理透过通讯软件传送过来的一条连结，只需于智能手机点击连结，就会自动开启网页浏览器并进入 VR 大睇楼的页面。第二步，于荧幕下方点击 VR 大睇楼的图示进入 VR 房间。首次使用的时候，装置系统会发出允许使用麦克风的要求权限，我们需要点击同意或者允许。之后手机画面的下方就会出现限时90秒等待对方连线中的画面文字。当你与代理成功连接后，文字会转变为已连接。如果首90秒未能成功连接，只需要再次点击 VR 大睇楼的图示就可以再次进行连接。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和代理的手机经已进行画面同步和可以进行对话。现在就讲解一下 VR 大睇楼的平台中你可以做些什么啦。实时画面同步，平台中代理和客户均可以自由操控视觉。例如你前往睡房，代理的画面亦都同时前往睡房，让你可以一边浏览单位不同的间隔，一边向代理询问。 VR 绘图功能， VR 大睇楼设有绘图功能，当你同代理正在讨论单位中某个部分的时候，只需要点击荧幕中画笔的图示，就可以于画面中进行标记，加强彼此沟通效果。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怎样使用 VR 大睇楼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贴士，使用 VR 大睇楼的时候，最好在一个上网速度良好的地方进行，咁就能够得到最佳嘅体验啦！立即进入美联网站，等我哋嘅代理协助你揾出心水笋盘啦！